什么刚那么久？就是啊，我男朋友他突然有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约会。那就是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要提早结束的。哦，那还是我们现在就结束就好啦。你拿着你的包包，出去。大家是不是超贱的？还好吧，我男朋友更贱。我跟你讲，他说他请我吃螃蟹配柿子，然后甜点是鸡屎白，好贱哦！哎，这样好吃吗？你这是哪里吃的？是不是波波发饭店的？一定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换下一个话题好吗？还有什么？好，那个面包。你看，我这里要怎么写啊？一直被老师改耶，你看，这有什么东西？你看，我那时候是就已经跟你讲过，不要这样写。你看你写的就被老师退掉，这个全部就不行吗 ？I told you， 对我最笨，你最聪明啊！你这么厉害，怎么硕班两年都考不上？不可爱，对啊，他很可爱啊，真的很丑。你花钱买这个，荒谬。Ridiculous。以为是朋友，我们下午要去哪里逛啊？水瓶座，很棒。